时间是9:23，我要去载吉妈跟小母猪咯。小母猪是我们要开车，看我现在都还没有化妆。哦，完全都没有化妆，等一下来偷化个妆好了。因为今天丽也没有要跟我们一起去，所以今天是我开车。Oh my god, oh my god！ 现在去载吉妈，带着三位太后去阳明山。刚好要去上课啦，在学校了，真假的？哎，山上有跑道啊？有啊，那边很多。对啊，这边之前的。嗨，我们已经到和平星巴克咯，现在要下去上个厕所。我要去找。找小母猪他们，对啊，那个啦，不知道哪一地啦，不知道哪一个。嗨嗨，小母猪跟阿姨在录影，照哪一个？我说这一颗哦。这个我没来照，我有相框，来照一张。姨妈，录影。啊，在录影。哎，那个空洞洞洞洞，来来来来来，照那个很像。哦，我帮你们拍啊。那你手机给我。让他们在三个在拍照。你们要喝什么吗？我要去买东西。要喝水就好。一样喝水吗？还是我要吃什么蛋糕之类的吗？嗯。你们要吃什么蛋糕吗？哇，很瘦哎。那个。我说你好像变很瘦。啊，我很瘦。对啊，我减肥呢。哎呀，你很厉害，你照相要这个。有啊。你们好好笑，你们要吗？你要吃什么吗？我。哦。要不要走进去？行啊，睡啦。睡啦。我睡呀。睡啦。我在录影啊，我带三个妈咪出来。嗯，好了，笑啊，可爱哦。刚刚开车的时候化了一点妆，本来都还没有化妆的时候，然后还被念了一下说很危险。哎，那你的皮包呢？我用手机啊，带这个就好。来一张吧。
在车上吃的。好，那里有什么造化的啦？等一下在车上吃星巴克，因为等下开两个小时的车。电脑这边照的吗？要吗？对啊，要。哦，要照到三哦。一、二、三。跟家里一样照吗？对啊。哎，那边有游览车，那边好。一、二、三，再一张。一、二、三。你再自己选，你要拿几张？好好好，回去再选。好。走。哎，东西怎么不见了？小母猪拿走。我们要去看紫阳花喽，开两个多小时的车。因为两个在搞某个。今天天气刚刚好，不会太热。可以啊，这样子。真是太好了，对啊。哎，今天天气刚刚好哎，不会太热哎。如果太热的话，就会。来，给我照一张这个。好，我来照一个山。忙着拍照，这太可爱了吧！放屁吗？那么近了嘛？在飘了。不要吃蛋啊！我今天还当肉嘞。对啊，里面是 cheese， 然后牛肉，我觉得很好吃哎、欸。我每次都吃这个。嗯，阿姨好吃。嗯。小母猪。好吃啊。这给你们装，哎，没有袋子可以装垃圾。妈妈呢？我不要。妈妈说她不要。我不吃那个面食，那你不要。你要吃这个就好了，中午。啊，刚刚。还有公鸡，我把有那个把它刮了，放着吃。放着吃。老板走了，出发了。好吃。你吃完再出发了，甜甜。拼什么？就是要填饱才有精神开车。管线那么多。我一边吃一边烤肉。那个本地有多老婆，他的家在这边。嗯。是我们以前市场来这边换移民的。我说那个还没有盖。热热的嘞，哎呀！对啊，它有先加热，加热比较好吃。对啊，软软的。这个也很。哎呦，有蚊子哎、欸！等一下下车还是要喷防蚊液，不然太痒了。你看已经被咬了。我们的家会买这个车。哦。买这个车你干嘛呀？你说这个车、啊？嗯。九个人坐三轮车了。嗯、啊。阿姨有车五六万。嗯、好痒好痒，痒痒痒痒。
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，记得哦，开启小铃铛哦。